电动车想要骑得帅，就不能少了跨骑。骑了这么久的电动车，没有一辆跨骑可不行。80%的人买车都会倾向于外观，你看了这车第一眼就决定了你会不会买这个车。这车就是昔日刚刚发布的米酷一新配色，主打智能锂电的昔日品牌也开始拿捏年轻人的喜好了，而且拿捏的还挺准。悬浮式座椅也是米酷系列的重要标志了， X 型刀割线条运动感十足，很有未来的科幻风格。这车给我感觉就是用它来代步有点可惜了，出街觉得有回头率。这个主题馆让我想到了这辆车的使用场景，我们周末骑着它出去户外区郊游，是不是很惬意呢？米酷一有六种专属原厂色可选，粉色款是米酷一今年的主推色，这个夏天就做个既有少女心又酷酷的女孩吧。除了它的颜值，你也不用担心它跑不远，它匹配了48伏24安里电池，上班代步通勤还不是轻轻松松。跨骑电动车除了没有发动机的轰鸣声，好像也没什么不一样，乐趣也很多。这款 K2 主打学生酷车，赛道风格贴花，还有犀利的前 LED 大灯，细节精致，整个车身的线条凌厉颤抖。昔日除了发布米酷一新配色以外，还更新了天使 Q2。看到这个车，我就想起了赫本在罗马假日里面骑 Vespa 的味道，整个撞色重新设计以后更显青春靓丽。还有主打色彩的 FC2.0 更大胆配色，虽然配色多，但是版画简约，这格调一下就上来了。昔日的这四款车，米酷一有格调，天使 Q2 软萌可爱，FC2.0 色彩炫酷，K2 潮流个性，你更喜欢哪一款呢？